好了，今天是可以说相当的高兴，又来到这样车水马龙的地方，准备好好的吃一餐。那讲到这家呢，就厉害了，正宗北平料理。哎呦，陶然亭啊！哎呦，哎呀，以前要是吃这个烤鸭，就是来吃这家的。首选，台哥是台湾烤鸭界的天王。今天这个客人，这个座上宾敢请你吃烤鸭，我也没有想到这一位这么年轻，又是偶像中的偶像的一位哦，居然会吃这么老的菜哦，好不好？吃到北平烤鸭什么？啊，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名菜啊，什么松鼠黄鱼啊这些。是是是，哎呦，这个都是名菜。哎呦，松鼠入菜很久没听过，是鱼啦。松鼠入菜、品质入菜、层层入菜。不要再讲这些乱讲。心梗，年轻人才听得懂。好好，而且这一位偶像，对不对？说他帅已经不够了，他已经帅到俊美，太美了。俊美花美男，花美男系列，就跟我在年轻的时候一个样。跟你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哇！你看我以前花美男照片，来，请映射照片。我当初跟郭富城的照片，你们看一下。来，请映射，有没有？我刚才看了一下，当然我不能主导菜单，是，我就很想说，他有没有可能去点？现在因为天气比较冷，要用羊肉来进补一下。他会不会点一个砂锅羊肉？会不会？你 cue 的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现在许愿 wish list， 然后你上去不动声色，如果他点砂锅羊肉就表示你们是命中注定的。我点三个菜，看他会不会点砂锅羊肉、松鼠黄鱼、烤鸭三吃啊，还有一个小菜和菜戴帽，四个一定要，好不好？那他们如果达成，这有达成三个，奖金100万，台照明文教基金会捐给台照明文教基金会、哦，他可以捐给台照明文教基金会100万，因为他获得这个荣耀。好了，我们上去吃喽。好了，顺便看看这个大来宾是谁。下班去吃饭 ，check it out。好，欢迎演讲人，欢迎阿龙。阿龙，阿龙，为什么叫阿龙呢？因为他实在是红得不得了。霓虹印呢，都是称他为这个阿龙的事业。哦，对，他在日本发展多年，大家不晓得吧？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我跟你讲，他是真的没有红，不是有红了。我觉得你太低调了。对呀、啊，昨天阿良都说，哎，我看了一下亚龙的，说的是曾经跟少女时代菊信泰的艺人同场演出，这已经是 A 啊，你听不懂，没关系，观众听得懂。我这个是日本大型音乐，甚至 A Nation， 哇靠，夏日音乐季，不用我来，中英日三国语言演出。跟渡边直美也合作，有，梦寐以求。他说：“你今天选这个餐厅，是纯粹为了迎合老人家的口味，还是你真的觉得这家好吃？”我觉得餐厅呢，能够屹立不了这么久，跟台哥屹立不了这么久是一样。你这，我也就不再谦虚了。的确是如此啊！是不是？谢谢，这每一道菜都要有它的理由啊！哎呀呀呀！为什么这个越陈越香？刚台哥在底下，对不对？他已经内心许了四道菜，但他不会告诉你。我不告诉你。考验一个默契，但你点点看，如果都有点中的话，从台照明文教基金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捐款100万给他的事。我捐给他的是？我以为是我会拿到的。我们是先捐后拿，再返还。这边的菜，我想请你这个稍微推荐一下。来嘞，好，我们也看看你的平常的水平在什么。不要偷瞄哦！没有，偷瞄会不会刚好有？先大人来这边一定要吃他的烤鸭。Yes. 好 ，OK， 会不会冬天很冷啊？很冷哦，很冷，吃个羊肉。天哪，我就真的是，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是默契就糟糕了。羊肉再加砂锅，会不会很温暖？兄弟，餐桌上面如果没有鱼，就不够大气，感觉就是小气的，是不是这样？而且要不够澎湃，哎，鱼要整尾的这种。我是提醒啊，没有整尾也没有关系。看一下，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个黄鱼，对不对？松鼠黄鱼，哎，没有松鼠黄鱼，可能最近黄鱼比较小条了，或者是松鼠黄鱼。哦，这样子。那我如果来这里没有看到松鼠黄鱼，会点豆酥鳕鱼。可以，豆酥鳕可以。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小菜。小菜这个比较难，特别讲小这个字，它就很像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东西炒一炒，然后有一个东西把它盖上去，这个东西，盖上去啊，对，和菜戴帽，哎呦，天哪，这个提示再多一点，应该就是直接重录。啊，对，你有什么很想吃的？豆沙锅饼，
喜欢吃甜点。豆沙锅饼帮我沥油沥干一点，沥干一点。豆沙锅饼我们最后再炒。哎，这是我们这个单元录到今天为止上第一个年轻的人会跟台哥一样跟我们菜逐渐萎缩，油沥干一点。有人的日本经历很惊人，有人这种美食日本人很喜欢。对啊，对啊，我流行日系的时候就被人家说日系，流行韩系的时候就被说韩系。他这个是多元亚洲系。哇，你们两个组合起来，因为台哥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特别强。好哟，对，哎，整个亚洲都吃下来。你喜不喜欢新马？我还蛮喜欢的，我会吃那个拉萨，还有那个对不对？早上吃那个辣饭。哦，那是拉妈，那是拉妈啦。拉萨，哎，那是拉妈，那是拉妈就是椰浆饭。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哦，来来来，主厨已经送上今天的烤鸭了，哇，油亮亮。真皮，哇，你看这个，哇，很完美。你中间如果空了大概两三分钟没有讲话，就表示这个节目。其实特别来宾的水准，意思我们后置要留下这两场，剪掉的意思。剪掉。哇，可以。在台哥吃烤鸭的同时，是时候来一个工商时间。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史无前例直接破题了。今天的工商时间真的非常的屌。New Balance 的新鞋，听说只要你穿了，你就可以祝福大家双脚走出好运，穿了就会得到你的祝福，得到好运。天底下真的有这种好事吗？我们今天来挑战看看。我跟你讲，我已经先穿好 New Balance 的袜子。哎呦，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再给我 New Balance 的鞋子，我看会不会相得益彰，好上加好。你会不会好奇我们今天要怎么挑战？不知道，这样，这样。一颗喽，两颗，三，你目前都达不到第二个，怎么可能会有可能这样这样进？柚子一个人就进三个，哎，我们请柚子当官。等一下，你快点玩啊！丢这么多个都打不到第二个的人，其实也是没有，是吗？你都往头。丢这么多个都打不到第二个的人，其实也是没有。鞋子拿过来。327晨曦三系列跑鞋独有的经典尖型楦头，深受喜欢修长利落感的时尚潮男潮女推崇，百搭显瘦，再搭配上无敌的好运。海哥现在已经换上 New Balance 327，我们来实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增强好运 ？OK， Go。我跟你讲，第二双厉害 ，XC72，海哥穿上 XC72，整个运气爆表。整体鞋型利落鲜明，致敬了经典鞋款的设计，为品牌的经典轮廓注入复古未来元素，举手投足都是不容忽视的时尚气场。只要很努力，就会够好运。2022，我们一定会更开心。谢谢 New Balance， 祝福大家新春好运连连。柚子姐辛苦了，我们喝一口茶。你觉得团体跟一个人他不一样在什么？他人数不一样。你不是有组过团体？但我那个团体不算什么团体。
是糊弄的，糊弄的，糊弄的。你们不是糊弄的、啊，我们以时间的长短来看，也蛮像糊弄的。对，对，亚伦跟你有点像，他是个人的印象比较强。后来吧，对，在团体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大家对我都是这样。就是以前四个人分化嘛，讲一讲，讲一讲，到我那边也没时间。你是说被分化还是分化？分讲的话，所以被分化。对，所以自己放单飞以后，整个就豁然开朗。能这样说吗？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从团体到一个人，差太多了。一个人在舞台上，我会紧张到那个发抖。会不会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过大，造成？拿捏不了分寸。以前团体访问的时候，都是他们在讲，所以一单飞之后讲多少，或是该怎么讲。对，所以说其实你放单飞以后，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嗯。而且你很多东西，你就是自己决定成败了。对啊。对啊。不要再讲说什么哎谁是谁谁，没有这个事情。来，还是来。换句话说，台哥其实也是有算是放单飞的经验的，因为大党解散之后，你就一个人创作。硬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啊。对啊。因为这是大家靠我弄的，哎，我也。他的示意期比较短，因为他本来就是操盘手，他是 leader 型的。这个讲的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什么，也不能否定了，我也不能说新人先说，没有办法，因为，哎呀，我们也是想谦虚，我们没有办法，你懂意思吗？那个有要用吗？说这个，今天一直没有出来，所以怪怪的。没有你，你想怎么打他，你怎么打，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怎么样？该怎么打怎么打，往死里打啊！没事，真的是。之前我还听这个百洋讲说，阿龙很喜欢我们节目。真心喜欢，既然是真心喜欢的，不要问。不要问吗？这个会一般人对你伤感情的，不要问。不，怎么样都要问。你是从、啊？请问台哥农历年生日是几月几号？讲这干什么东西？你是从哪一集看进来的？瘦子，动力火车，是从吃饭看进来的。倒不是一日系列，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所以我看大家吃东西聊天，我很舒服。哎，那这个进来的点很奇怪。哎，对，大家都是看一些比较多。对对对，他反倒是看我们这种 talking， 他觉得这种 talking 很自在。瘦子也蛮早去的，前年了。啊，瘦子已经前年了。对，瘦子今年还这么瘦吗？有还是瘦，还是瘦。像知道都有一些契机，比如说你要听到一些故事，是他的亲人帮他报，因为小孩子不懂。我觉得你住在算蛮早的，这样契机。我在玩那个交友，骑摩交友，就有那个经纪人在上面找人，是被心态发掘。对，然后你自己听也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好像诈骗集团。你一开始没有想起来。我带我妈去，还比较放心。那年几岁？18吧。我妈一开始装得很开明，说 OK 啊，我陪你去。哎，等到七月的时候。那你自己想吗？自己想吗？曾经在班上跟老师说，我就是要当艺人。你还记得你这么小的时候对艺人的那个形象是表演吗？还是说是哪一个光彩和吸引你？其实一开始最想当歌手，想唱歌就想唱歌。小时候就知道你会唱歌，就喜欢唱歌。可能街坊邻居会称赞你。我最不敢当的就是歌手。小时候觉得唱歌不好意思，不羞愧。你是第几岁开始玩？六岁，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全班笑老师。到六年级就笑得不可开怀，所以你那么小只的时候，你搞笑，然后就笑得不行，知道吗？我不是搞笑，就是因为那时候都被断交，有没有？我就模仿各国大使离开的情形，笑得好，然后大家就搞笑。来，喝一个，来一碗，有一个我也想问，我觉得。两个很大气的部分，现在很多人叫你演毕嘛，那个大家叫演毕。其实他一开始的起源等于是就是网友的笑我们，你后来感觉很大方。我没懂什么意思，就是我在2015年的发，有一段时间地震很频繁。我就谢立本人讲这故事特别精彩，我都坐起来了。那一阵子刚好又下一直下雨，然后我就想说哇，用调侃一下、轻松一下的方式就写作。因为最近下雨下多了，然后造成地质松软，所以造成最近地震频繁。
OK。啊，网友下了说，下雨会引发地震，你们脑残的。对，那个人很认真的纠正我说，因为地壳的挤压造成板块。他认真回，他认真回复我，然后所以我就說，所以你就坐起来了。然后他说，主体是自己砌的。然后这一篇呢，网友就炸锅了。然后问题是你也不是什么反共，也不是，你是真心问，不是，我是认真问。他被解读为好像在他在抢。对。那我跟你讲，这就是语言跟文字不能相提并论。Of course。就像比方说，你好白痴哦，你可以比肩，你好白痴哦，也可以讲，你好白痴哦，它是两种。因为语气的不同。两种解读。就最后是网友调侃的三天三夜，三年就十个月之后，发现下雨真的会影响地震，然后他就说：“哇靠，亚纶是先知，就说万一也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只是可能有一点半开玩笑的成分在。他不是半开玩笑，他就是以为抓到什么。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很多网友在加油是这样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影响，我只是反串，我都配错了。亚纶说小时候邻居会给你信心，我觉得你唱歌真的不错。那是小学的事情。那个是从小学一路到变声前。我其实你是小六变声的吗？我是对小六变声，是合唱团对。然后后来没去，对不对？没有去参加比赛，对不对？是要监视器，是不是？是不是？结拜也是，结拜他也是。那为什么你们会没有唱这首歌呢？去年我回，因为以前声音比较细嘛，小男生小男生比较高，是类似这样的嘛。但是后来我到了小六的，去你。但是问题是很奇怪，我变声变得早，可是我身高怎么会不长呢？就是太早变声，太早熟了。我跟你讲，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好像是150，我跟你讲，我毕业的时候170了，我小学毕业就170，我到现在只长了7公分，我以为我长到180，那你怎么弄？什么怎么弄？什么怎么弄？你们是我爸弄的，我爸就163，跟爸无关，是吗？然后你，我妈168，那就是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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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到由爱生分，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黑板上，因为我先给一个人电话号码。哦。这是小学故事。对，还有一个女生也是每天晚上都要打来，一讲就是讲两个小时的那种，不停下来。后来我就是当她打来，我知道是她的时候，她讲到半个小时，我知道停不了，就放在窗台，她就一直讲。我再回去接起来的时候还在讲，所以就先放，然后做自己的事嘛。比方说，对啊，对啊，对，哦，是哦，我靠，真假的，对啊，之类的，这类的事情才发现，哦，好像不太一样。后来就改成通知打给他需要10块，收费。搜理了大家，又是一发工商时间。2022年，使用了57年的眼睛还撑得住吗？台哥新年眼睛大健检。好久没做视力检查。白色的脸有啊，好像没了，怎么这样？有，是不是？您刚才做了视力跟眼压的检查吗？您的视力右边裸视是1.0，左边是0.5，因为左边的散光稍微深一点，右边的眼压两边都是19。
我们正常大概写20以下，有一点点接近及格边缘，对，所以可能就是要定期要量一下，因为有时候眼压它慢慢升高，自己不见得有什么症状。好，那我们做个局部的检查，局部检测，请下巴跟额头都往前靠近。这个是您的右眼，这个是瞳孔，瞳孔后面它正常是一个透明的水晶体，水晶体通常它老化之后就开始变得混浊，就是白内障。那大部分人50岁左右就开始混浊了，对对，就像白头发一样。那我现在白内障了吗？现在？对，那目前还好，目前1到10分的混浊可能是5-6分，算是蛮轻的。感谢。好，那就先换泱泱喽，好不好？嗨，这个小姐你好，还 OK。还不错啊，下巴额头请往前靠近。您的右眼，那现在水晶体是非常透清澈哈，哦，清澈，太好了，清澈。不过大部分我们还是建议半年哈，每半年。要定期检查一下视力跟眼压健康。对吗？简单来说就是没什么事。这个最主要是提醒大家，对于眼睛的保护，好不好？OK， 再次确认。我们节目有一个人很怕你，我硬是把他挡在门外，不让他进来。一个提示，他也是团体出身，然后呢，后来团体出身之后，他也单一个人做，然后现在也有经营助理要做的有声音。蛮好的，欢迎丁博生，不要再闹了，马家山多多，多一点，阿里嘎多，再来，自然，因为我们只有台要加 K 了，哎。欢迎马家山，马家山，多多，队长，我问你，好吃开心。不是你，not you。等一下，这件现在有点像桑拿服。是，嗨，对，什么？我叫你干什么？嗨，就是马吉拉塞。嗨，我懂。是。啊，我懂，嗨。马里桑，他是不是趁机接近他？对，他趁机。他那回你要打他。他就，已经回来了。要求我们节目的操作就是这样，没有错。马里桑，我下一个。哎，怎么搞的？这么快？喂，我跟你讲，马里亚，这样子好不好？我还没看呢。台哥今天把这机会做给你，你坐外面没问题，里面刷卡加5万就可以付。我可以付5万。你们真的会？来，刷的 glass。马里亚耶！哦，你本人很漂亮。先讲一下，听说马里亚在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就很常看亚伦的戏。就是我一开始要学中文的时候，就是在刚刚好在电视播炎亚纶的那个《货菜鸟》马拉松时代。在日本电视播。对，我家里还有 DVD。那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来台湾之后一定要跟炎亚纶很见面。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个愿望，早点告诉我。早点告诉我，就不让你加入这个节目。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坐在中间这样感觉好像是一个隔阂，你这样好像是一个阻碍他们，对不对？一个爸爸，我到时候你还是要牵他的手来牵我的手。对啊，我就牵他的手，牵我的手，然后又牵他的手，太久了，他懂这个，不要以为你骗人聊我。やわらかいです。いい匂いだよ。没有办法这样直视嘛，你先练习看我。没有王法了，我是叫他先练习看我，练习，你怕他不会？怕他万一他们俩一起合作什么节目中，他没办法直视到，这不行嘛。我再教你一个，比方说在演感情戏的时候，你不敢看对方眼睛，看他这里，看他这里，那你看他这里呢，你的眼睛完全是看他。
但他不知道。哦。所以很多人说，哎，手在哪里？打的就皮了，已经打了。自肥的很夸张哎。他平常不会这样。对，我刚才是告诉他一个演戏的技巧。我看没。我看每一个影片都是这样。好了，这个呢，现在可以讲一下，因为我跟你讲啊，我旁边已经看到桂姐是什么书，大概是这样。桂姐要带来一个相当好的消息给观众知道，你是来帮我宣传的吧？好，没有，我今天是主要的任务是吃饭。是你吗？是我啦！哎呦，哇！我真的有三位老师哎！哇！哎呦，哎，你这周要干嘛？快一点啊！快课！还有更多卡斯会在官网上公布。我念一下歌曲，你看我们念对。我不知道百祥有没有念错，但是看我的字卡，应该某稳蝶。他在牧场里面，是他会有宵夜在里面。那可以吃东西要玩，对，这个太嗨了，这很 OK 啊。哎，哥可以熬夜吗？哪里开玩笑？桂姐您多虑了，他睡觉正常的时间，他两点多，然后他就可以参加一个活动，他还可以到五点。没错，请大家都没睡，他是睡饱的，你看他今天才好睡饱的。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构想，一直进行的这个 part？因为白天都上班嘛，那晚上其实大家会看 YouTube 啊，然后听音乐啊，是大家自己的时间。那我们就设计一个真的给大家晚上就是怕寂寞的，好好从头玩到。对。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家还是上网去搜寻一下，有没有搜寻的关键字？有，就是午夜搜房，对，脸书官网，对，我的夜晚，午夜搜房。不会让你失望。Yeah, that's good. 不一定你半夜来会遇到台哥。Yeah, 说不定。Yeah, 可能很难在睡觉的状态。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呼吸就好了。好了，刚才这个算是一波是个小小的宣传，小小的宣传，但是却是一个很巨大的活动。阿龙长，这次会在里面唱几首歌？四五首，哦、是不是？因为我要必须要从8点到5点，大家都要排得满满。那所以说，能够大家再嗨起来，大家共享盛举，好不好？阿龙厂也希望就是，当然我们不是抢货啦，就希望就是说，不要，我们这个不是讲什么，这就是也不是什么礼貌啊，什么话，就是如果有空。来，我们请玩一玩，拍一个什么之类的，是不是？直接签了，是不是？直接签了，签了，直接签12集，我们签一季，来签吧，签吧。我说我们是签一季，我们一季是12集，12集每一集有12个小集，总共是144集。然后数学很好，哎，还可以。尾巴还有一行，除非动刀动枪，不然无限延展。本合约呢是必须在合约满的以前的3分钟提出。练习一下，一定要看眉心这里 ，OK 的，看眉心。好了，他怎么比听的还像球场的 ？OK 的，反应太快了，他很会抓哎。阿龙さん、今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本人真的很喜欢，就是跟电视一模一样，所以就觉得很像在看电视的感觉。幸好太想在，所以比较安心，可以一直偷看偷瞄一下。谢谢木曜，谢谢太神。OK， 好，马队长，多走。来，多走。不要付5万块的，等住，10万块，75万，75万，Oh my god。